OK， 今天苹果终于放出了 iPad OS 15.4 和新的 macOS 的正式版，那么期待已久的 Universal Control 功能将实装于大家的 Mac 和 iPad 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iPad 跟 Mac 之间他们发生 Universal Control 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首先，这是我的办公桌，因为下面的位置比较空，所以我们放一台 iPad mini， 然后在更新完电脑上进入设置，可以看到屏幕设置里多了关于 Universal Control 的选项，然后把这样的 Beta 功能点上。另外要记得打开设备的 WiFi， 就像苹果发布会里那样，直接拖动光标就可以连接另外一台 Mac 或者 iPad， 当然你也可以在控制中心里手动连接。可以看到 Apple Silicon Mac 在屏幕改变布局的时候切换非常快，然后我们把 iPad 拖动到正确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可以拖动光标过去。这一次的屏幕布局改变仍旧干净利索。然后我们点开 iPad 版的 News App， 再打开 Mac 版的 News App， 可以看到 Mac 版爆出了当前地区不可用的错误，这个就是由于苹果生态内有个机制，它会根据地理位置判断可提供服务。我们回头看 iPad App 似乎一切工作正常，然而 iPad 版的地图服务就是非本地化的，因此我认为 Universal Control 可以让不同服务级的设备互相弥补。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毒瘤 App 微信，大家都知道电脑版总是会失去登录状态，需要再次用手机验证，而平板版本如今可以持久化登录，并且功能上更为全面，比如发红包和转账功能就和手机版相同，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功能在电脑版上则长期欠奉。哪怕如今 Mac 能运行部分 iOS 应用，但是由于缺乏微信和支付宝，付款一直是一个困难，而且存在稳定性问题，时常崩溃。 iPad 却有完整的 App 支持，而且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扫码、寄快递、点外卖都可以正常运行，谁叫微信是一个张小龙的操作系统呢？这下 iPad mini 可以当做一台可以被 Mac 控制的 Notchless iPhone 了，甚至你还可以在 iPad 上摸鱼打游戏，像神界原罪这样的 CRPG 本身就是为键鼠优化的，以及这个游戏也有 Mac 的移植版。当然可以拿来摸鱼的还有 Ingress， 简直摸钩摸床必备。可以看到 Universal Control 这项功能会根据光标的位置自动分配手势的对象，像切换 App、 进入 Springboard 之类的手势都被完整支持，切换输入法一类的快捷键也能够映射到远端。另外在这个布局下看新闻的体验就相当不错， Mac 触控板手势可以和 iPad App 无缝交互，大多数时候就根本不用按下去，比如我说过的返回手势，在多数 App 上都能正常触发返回上一级的交互，但是也有一部分不能正确触发，必须按下去或者点返回键。以及 iPad 知乎的布局问题我已经联系过产品，他们说这个得等几个月才修。总而言之，一般基于系统原生控件的 App 都表现稳定，这些通常以海外 App 为主。拖拽文件这块，不同的 App 的支持都有所差别，可以看我以前视频的分析，微信算支持不错的，可以处理拖入多张图片的情况，然而 Telegram 只能接受一张图片拖入，而知乎 App 的想法和文章编辑器均不支持图片拖入。然后我们看 Affinity Photo， 可以看到 iPad 上的70兆工程文件瞬间就传到 Mac 了，双击打开就会启动 Affinity Photo， 这算是一个典型的协作场景。最后，你觉得 Universal Control 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帮助吗？欢迎留下你的看法。